不是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，今天晚上12点以前，我一定要来吃到将军包。婆婆，啊，要我婆婆，婆婆，你不要再走了啦！哎呦，婆婆，陈心怡不只是一个寿星，她还是一个孕妇哎，她从怀孕开始，整胃口就不太好，今天也是突然才想要吃将军包的。婆婆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找人帮你盖暖气房，然后再买一些机器环，帮你自动化生产将军包，怎么样？这将军包啊，就是当时我有心的时阵，我人看我讲，什么物件拢吃袂落，才做这个将军包来给我吃。 明天早上吃咧到底，我规个鼻拢开，一只都吃50年啊！唔则讲少年的，是将军包，我无材料通甲你做，我手你疼，可是婆婆，要唔过你会家己做，家己做。而且是寿星，没有让寿星自己动手。我来，给，好，好，爸，这个厉害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行。哦，我你今晚已经这是什么花哥啊？这不错啊，爸。 小心脚下面哦！到了没啊？还没，你不要偷看。来来来，在前面一点，在前面一点。再来。好，站着。现在你先不要把眼睛打开哦。嗯。不要偷看哦。好。不要偷看啊。好了。来，陈心怡小姐，现在你可以把眼睛打开了。江江。 你看，11:55，刚刚好来得及。陈曦，赶快许个愿，快点！我希望季存希可以原谅安娜，赶快跟安娜和好，以后每年的生日都有安娜陪在身边，不会再一个人了。哇，干嘛？这傻瓜，哪有人把自己最珍贵的生日愿望全都许给人家的？ 不会啊，反正我的生日愿望你已经帮我实现了，今天也是你生日啊，所以用在你身上不会浪费啊。最近不是我最想实现的愿望。是哦，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啊？现改还来得及哦，不要浪费了。江王爷，刚刚许的那个不算哦，我重讲一次啊。我希望。 每一年都有人可以陪陈心怡过生日。我希望不要再有人欺负陈心怡。我希望陈心怡可以找到一个真正了解她的人，珍惜她的好人。好了，赶快许愿了，再不许来不及了，快点。
你赶快吃吃看，还热的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哦。那跟你以前吃的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嗯，这是我出生到现在吃过最好吃的将军包了。不管我以后再吃到多少个，但是这个将军包的味道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嘴哦，我才有抓啦。去吃将军包的时候，那个婆婆啊，那个婆婆啊，因为年纪大，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老花。她讲的话你不用完全相信，不用相信，啊？哪一句不用听啊？每一句。每一句啊？对嘛，我跟你讲，每一句就每一句嘛，啰嗦什么？哦。去换啦。OK。一定是因为我晕船，陈心怡今天看起来才会这么有魅力。一定是因为这样才有错觉，睡一觉起来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